大家早晨好，我们已经醒了。昨天晚上一直在下雨，狂风暴雨一晚上，不知道我们外边变成啥样了。我的天！这外边怎么这么湿呢？因为有一大坨水在这里，刚刚把它倒了。啊，积在顶上了是吧？啊，今天得重新弄一下这个帐篷了。遮阳今天得重新搞。哟，这怎么会掉下来一袋豆豉呢？这是什么时候掉下来的？先带奥斯卡出去溜，走，走走。今天阴天啊，可能还有可能要下雨。哦，这个倒掉的这个东西浮起来了。昨天风太大，这个东西直接吹倒，撞到电线杆上了。好厉害的风！遮阳棚不知道今天下不下雨，如果不下雨的话，我们要重新再把它绑一下。如果下雨的话，只能是这个样子。先上来洗脸、刷牙，准备起床。我们得开始收垃圾了。哎，这垃圾袋怎么这么小呢？小垃圾袋吧。哎呦，垃圾袋有点小啊。这还不如我那个大呢。我还以为那是大垃圾袋。哦，这个垃圾袋。再把这些纸箱啊什么先收起来。泡沫先丢在外面。纸箱我们先把它拆了。像这个昨天都淋过雨了，就比较好踩了。泡沫全丢掉，这边塑料袋，泡泡棉我们专门处理一下。踩爆了就好掉了，这边还有好多，这样。把垃圾踩碎吗？对，就把它踩碎。别再弄掉了啊！哦，再来一袋就完事儿了。那坑放不下了吧？那就再找个垃圾袋放了。先把这两袋丢出去。虎哥带着萨拉去看病了，来，再给我出来。好，我的林总，好，年底垃圾处理完毕。今天天气很爽，不下雨，还是阴天。炒个饭吃吧。
哦，太多了。西安米炒个饭。来来来，这个。啊，十五分钟就好了。改变主意，改变主意要吃螺蛳粉。哼，米饭焖着晚上可以炒饭吃，中午蒸，晚上吃刚好。我们先今天中午就吃螺蛳粉吧，因为今天大家出去的出去，然后也都不在营地。先等水开，好了换盆水。哇，粘在这个下边了。底料全部放进去，已经煮了一会儿了。熬成汤之后呢，这个汤调过味，味道比较好，再放粉，可以。出锅时候再放醋和花生，还有那个辣油。青菜等会儿用这个煮一下，用这个水再汤先不捞出来，单独煮青菜，要不然青菜煮进来不好弄，粉太滑了，用这种筷子夹粉。这个葱是啥来着？菜在煮呢，我的呀，我丢掉那个，煮点青菜在这里，最后捞汤。青菜一过水就好了。就这一碗香喷喷的螺蛳粉，这就是我们的午饭。中午随便吃一口吧。达斯凯，别叫，听到猫咪了。我们先要把这个拔掉，口堵上，现在要出去一下。虎哥他们去出去买东西，然后顺便取了包裹回来。我们把这个小车绑起来。大致绑一下，因为我们等会儿回来就得把它拆了。可以，好，拿到钥匙，直接就上去取东西，走。是他吗？来喽！哎，两个人在车上坐着呢。我天，这么多吗？先装重的，沉的。沉的水。微信啊，好了。咋了？骑这个啊？行吗？没问题。这车还是半仙儿，车差点掉到湖里。啊，他没绑牢呀？啊，他没绑牢。哦，那可能。啊，对对对对。那我去，还可以。哎，相当可以。好，回去。可以过来了。噔噔噔噔噔。
好，下去了。